今天啊，已经到了五月月底了。这个我昨天啊，接到咱们一个网友啊，叫昆仑的一个网友或者群友吧，他跟我说一件事儿啊，说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啊，说物业管理方面的事情。正好今天趁着下雨吧，也没别的事儿，我去他那个小区啊，了解一下情况啊，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个驾车啊，将近十公里啊，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大哥他小区附近啊，他们小区位置特别好啊，是这个金门湖路和这个淮河路的交叉的地方啊，离这个大拇指广场很近，离这边的小吃街也很近啊，这边一排小吃街啊，他们这个小区啊是淮河路上那个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啊。这个临街有很多的商铺，啊，这个大哥在哪等我呢？我们看看吧。颐海苑小区呢，就是在这个颐和花园小区啊，它的北门啊，对面啊，颐海苑，这几个字啊，颐海苑，服务业主携手共建和谐小区吧啊，咱不行。开进来吧，大哥应该在这等我呢。哎，大哥好，你好，在等我了。你好，这第一次见面啊，第一次见面。你们小区这个口号挺好的啊，共建和谐心连心。这物业在打扫卫生。始终没见到你的人啊，没见到我的人啊，声音就知道了啊。刚才我在那个门口说一下啊，然后咱们到那个门卫也行啊。哎，咱就在这随便说说吧，随便说说就行啊。正好雨也停了，今天赶上下雨啊，小区的人都没出来啊。我报道一个，我那个那天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啊？对，我们的物业吧，这两年之后对物业的服务非常让我们满意，能开进来了。尤其是前些日来了之后啊，家里人不要来吗？啊，就开始那个收拾收拾屋。我那屋比较大，100多米啊，完就是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个钢丝球倒在马桶里了啊，那下不去啊。我又是拿那个怼子，又是拿那个搅拌那个钩子，后来没办法上不来，找沙主任。沙主任是你们物业经理是吧？啊、经理啊，我晚上。告诉他，因为这是个大事儿，这我着急。这个下水比上水有时候关键。对，下去水啥也没办法弄。然后他就一早上不到7点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帮我弄啊，搅，最后就弄回来了，弄上来挺畅通，还挺好。但是第二天我又一到东西啥的，还是有点发涩。后来我找他，他又来了，他来了之后咋搅不上来。他说里边肯定进去这个实体物资啊，就给卸了，卸来之后，在里边打开之后，在里边一掏，一个这么长的刷子，然后呢，他就没拿不出来，他那个刷子本来那个里边是拐弯的，把手掏进去，费了挺大劲的，掰折了，非常脏啊，我还给拿事儿了，给我感动够呛。你说这个事儿，他想自己真解决不了，再说那。这个银滩吧，虽然有物业，但是他讲这些服务具体到哪儿，咱还不知道。所以说解决个大问题。解决大问题啊！解决个大问题。就是说，您对这个，也就是说，您对这个物业服务比较满意是吧？我的物业现在这个整个的小区反应吧，啊，什么谁家的房子漏了，漏水了，下水有问题了，啊，就他自己，他在这方面比较精通擅长，他就都他干，他干，随叫随到。哦，他妈那物业经理都像个大爷似的，背个手啥的，他不是。他就是特别的，就是说平易近人，能够帮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应该找到沙主任，应该来。不用找，从你们的反应就能了解到情况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那个物业和业主之间就是一个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对，也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现在有些小区呢，这个物业和业主之间呢有些矛盾，但您这个事情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小区的物业和这个对业主还是服务还是挺贴心的啊，尤其这几年啊，这几年啊，其实吧，
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啊，也属于正常现象。对，正常现象，对，不可避免。你比如这个，这个房子交房子的时候，嗯，我们是2017年交的房子，嗯，交房子整个矛盾就非常突出。完了之后，你看那年交房子以前吧，是延迟半年，按照合同来讲的时候，延迟半年呢，每天补偿这个延迟这个款，对，1/3。但是呢，他到那个2006年的7月初应该交房没交，结果呢，到2007年2006年年末突然通知我们交房子啊，过新年了啊，你们不来，晚一天我扣你一天1/3，给我气得我也叫这号，我找朋友，嗯，上那个烟台车票买不到了，嗯，结果买到那个上济南的，又通过朋友给我送到这儿来。对，没有啥解决的地方。对，说这车间的矛盾在哪儿了？交房的时候也是存在很多很多矛盾。对，现在物业就在科普这个什么漏水啊、窗台漏水啊，还有棚顶顶层漏啊，他们在极力为他们这个这做后期这些工作。实际按道理来讲，这个房子我看了一下，关于这个物业和这个房子那个建筑有关法律规定啊，对，超过5年之后就不负责任了啊，他们可以不负责任，是吧？这有这个法律的哦，但是他现在还在继续为大家服务。对啊，还是这个咱这物业最后的时候考虑比较周到，好多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人家做得好，咱们就及时表扬他们；做得不好，咱们就提意见，也不怕得罪他们，是吧？是，咱就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为啥是举出那个？对。中那个卖房地产的啊，他卖房子的时候质量就不太好啊，所以说我们去了之后就提出很多意见，最后吧，嗯，他们也有办法解决，你有矛盾吗？嗯，都交房子，他来不及看，嗯，我给你免2000，啊，给你免2米，啊，这样子来，反正就给你解决，就稀里糊涂的就把房子就交了房子，他心里有数，嗯，看来这个房子当时建的时候质量不是很好。这个房子很有很多问题。我们1号楼、28号楼这个高层吧，嗯，当时2006年开发的时候，嗯，周边这些小区都还没有，没有高层，哦，所以说它这个高层建设，我想吧，它的地基呀，啊，它这个肯定是要好，对，这个，但是呢，它房子上面顶上那个建筑，它质量稍微就差一点，哦，对，现在也正在改进，因为我们现在我家住1号楼吧，啊。小高层，28号楼现在正在刷涂料，嗯，也正在改，现在还在搞啊，现在还在搞，现在还在刷涂料，需要业主掏钱吗？不需要，他好像是，啊，公共基金，对，嗯，住房基金。行，反正是把咱们小区美化也是挺好的。我看有些小区已经就是说对外墙进行涂刷了，你比如说假日海景公寓，过去那个房子也它是比较早一些，后来也涂刷了，银泰海景花园也部分房子也涂刷了，这样还是对的。对，这是整个银泰的面貌嘛。对呀，啊，所以说希望咱们别的小区啊也都能花点钱啊，把小区该美化美化美化。我看那采访很多海滩一些小区，啊，尤其有一个，那是不是你采访的？还是你的采访的？嗯，就是靠那个万水学院那个地方啊，嗯，那些小区居民主动上海边去捡石头。啊，对，我和我媳妇采访的。你媳妇咋样？我发现那些小区居民怎么那么团结，而且那么对公共环境，对，那么爱护呢？翰林民院的小区啊，他们啊，对，他们对自己的家园啊，大家齐心协力，也有领头人，业主里面有一个焦老爷，天骄老爷和那个老船长那几个特别热心的公益的事业的人啊，这家在海边解释。对，海边现在这规划的、建设的和那个人行路也是弄得非常好。对，所以说自己家园就得齐心协力，大家爱惜。哎，大家爱惜。你光靠要是那个银泰建设部门，他也很难做到那么完美。对，大家齐心协力吧，就像这个这样写的，业主和服务手牵手啊，物业和服务和业主手牵手，咱们就是说。政府和咱们业主啊手携手，共同打造美好的家园嘛。哎，你的声音挺亲切，经常听你声音。谢谢你，谢谢你。我看你在群里面也挺活跃，经常要发点东西。啊，是。是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了，一直没对上号。哪年在那买的房子啊？我是2006年。2006年。2006年买的是，当时没进宫的。期房是吧？房买的期房，那这住的怎么样呢？挺好啊，
做挺好。这环境多好，这整个环境绿化的也好。嗯。那小区中间有个大人工湖。哦，还有人工湖。啊，那这个你们小区这个人工湖我还没去看过，到时候有机会再看看。有机会过来看看。对对对。让沙丁里陪你领。没问题。没，那倒没必要找他们。这是什么业主了解的情况，这是真实的就好啊。那谢谢大哥了啊。哎，不用。好嘞。哎。以后有时间再联系。好，有时间联系。这个题目之外吧。嗯。还有一点题目。这样，你说。我说呀，好像。我昨天晚上在这个群里吧，嗯，我们群有的窗户漏水嘛，嗯，这窗户都已经16、17年的房子了，嗯，大家有几个我就提出了说要在，最好能那啥呢，能那个把窗户换一换，嗯，如果要是换断桥铝的，对，物业要是能够牵些头呢，啊，换断桥铝呢，我们有多少愿意的，嗯，哎，有几个响应的，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够开展一个整个工作啊，团购，这样便宜还便宜。甚至如果这个物业做不了的话，跟振华公司说一说。嗯。尤其是这个换整个小区，不可能都换。对。但是换一部分来讲，它规格啊，大小啊，嗯，下料啊，都很方便。对。它不是，它就能节省很多资金，很多这个人力物力。对，这样的话，咱业主可能也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便宜一点。走量的话，业主。另外，在重要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要有了问题，物业联系哪个，最起码他联系比较就是可靠的门窗厂家呗。对，我们返修啊维修啊还能找，要自己单独找一个，这家今天不干了，明天那家搬家了，对，你就找不到维修的地方。对，您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可以，我觉得这个业主们可以讨论讨论，也可以给这个物业反映反映啊，大家形成共识。有机会咱探讨一下，我探讨一下，我是想跟你探讨。就包括那天在那个云南逛上会儿，采访一个这个中介婚姻那个，其实那里头也挺有潜力。要说起来之后，这里头它能扩大。现在你看那个很多，现在社会不提倡这个什么公共食堂吗？对。还有一些什么医疗点啊、服务点啊，对。还有那个理发点啊，中药设置啊，对。这个东西实际在咱们媒体在某种程度，如果宣传或者是。可也许能促进这个环境早一点实践啊，实践咱们那个目标，小目标。对把咱们的家园打造越来越好，越来这个服务设施越来越齐全，是吧？今天就我自己说太片面了，以后有机会这以后等回去之后我把你拉到我们群里，具体情况你就如同在家一样了。好，行，好，谢谢您了。谢谢坤大哥啊，好了好了，哎。